先拿来介绍嘿。Hello, RAV4 的车友们，大家早安。这个是五代的团购社团哦，但是今天刚好又是 RAV4 啦，所以经理又开个直播跟 RAV4 的车友们哦，不分几代，那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一款的四代、四点五代哈，它的底盘跟五代的话 TNGA 的底盘是不太一样哈。那基本上它的底盘都算是一个休旅车的架构，所以在舒适度上的话，其实都比较是这样悬吊的一个导向哈。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哈，今天这款车其实都还是原厂的，除了车友们哈在底盘有加了一些强化的拉杆之外，像轮胎啦，还有铝圈的话，都还是维持原厂。那今天要升级的就只有两个东西，第一个是 KT 的道路板避震器，第二个是Summit 的仰角调整器哈，这个是仰角调整器。Hello， 陈迅早安。陈迅，那个今天没有小帮手，我的声音有正常吗？好，这个是后方的仰角调整器。那待会会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一台车跟五代当车高降低之后要改仰角调整器的原因哈。这个是KT 的道路板，那这个是后方要加装的仰角调整器。那基本上这个四代跟五代的底盘是完全截然不同哦。五代的话是 TNGA 的系统了。那我们先来介绍，啊，这个快安装好了哈，我们先来介绍前面好了。哎，这个是，哇，这个是 RAV4 前面哈四代的一个避震器，它前面的话一样是麦花臣的悬吊系统，哦 ，OK 哈，收音 OK， 谢谢。它前面的话一样有附一个有原厂有上座哈，是一个麦花臣，哦，好重。好，那这个是 KT 的设计哈，前面的话一样有一个上座，而且你看这个轴承转向。非常的轻盈哈，这个也都是很比较高档的一个轴承。那在上座的中心点有一个 KT 的 logo， 因为我是用前镜头，所以变成是有点颠倒哈。这个 logo 就是在调整软硬度的。我如果往 H 方向的话，它就变硬；往 S 的话就是 soft， 它会变软哈。所以从这个地方，车友们可以来调整自己想要的软硬度。那这个弹簧啊。跟 RAV4 的五代都是一样哈，前面的弹簧我们配置的是7公斤，但可以看到它并不是一个直卷式的弹簧，因为这款车其实还蛮需要兼顾到它本来悬吊应该要有的舒适度哈，所以这款车我们比较早期的话的确是配直卷的，是配220场6公斤的直卷弹簧，那为了让它的撑度哈过弯的侧倾幅度更好，所以我们配置现在已经改了，改配7公斤。那七公斤的话，它的形式的话也不是直卷式哈，变成一个葫芦形的一个灯笼状，灯笼状的弹簧。它灯笼状的弹簧，像这个弹簧之间的距离会拉得比较开，它能够做动的行程啊，会比直卷式的弹簧还要来得大一点点。一般来说，大概有最少有大个多个三成能够上下做动的一个幅度哈。然后它的葫芦状的形式啊，它的也不是直上直下，它有大概30%-40%的力道哈，往下压跟回弹的时候，这个弹簧啊还蛮厉害的，它有一部分的大概30%的力量啊会往两旁释放，所以它并非直上直下的运作之后，自然就能营造出比较舒适的一个乘坐感觉哈。好，那今天的车有车高，前面的话预计降低大概轮胎到叶子板大概4指幅啦，后面的话大概4指多一点点，好，所以它的车高的话，因为这个四代跟五代不同哦，五代比较低一点，这个四代的话，后方的话大概如果以经理的话，大概可以塞下两个拳头哈，所以它的车高原厂车高还算蛮高的，那预计啦比原厂大概降低一个大概4指幅左右，那几乎是 KT 这个道路板降到最低的幅度哈，也没办法再低的哈，因为再低的话，这个修理车应该要有的那个便利性的话就会不见哈，所以我们也没有设计到会有办法降到什么舱轮之类的哈，所以这一台车KT 的设计最低就大概剩下4指幅哈左右。好，那这个是啊，对了的，这个车高的调整哈，它是靠筒身的调整来改变车高，所以它不是靠压缩弹簧哈。如果我们靠压缩弹簧，弹簧磅数变高，它的车高自然会变高，但是这样压缩的方式的话，它把弹簧预压缩就会变得比较不好做，所以
这个设计的话是靠桶身可调，是靠下方这里。我们如果把它整体长度拉长的话，它的车高就变高；那缩短的话，车高就会变低。所以它是靠桶身可调，那它调高跟调低的一个乘坐感觉都差不多的。这个是前面的部分。好，因为我们背景都还在陆续施工当中啦，所以如果有比较吵的话，再请车友们多多包涵。但是因为这一个社团大部分都是 RAV4 的车友哈，如果对底盘有任何的疑问，请在线上立刻发问，经理会把镜头啊带到大家想要看的地方。好，这个是前面哈，来我来换一下后面好了。那因为这款车很多车友捧场啊，所以我们有一叠厚厚的一个安装基本的资料哈，可以让师傅很快的就安装完毕，不用再上上下下。因为譬如说像我们刚刚拿的资料，就是上礼拜还上个礼拜有刚好也是 RAV4 的车友有安装，他的车高多少我们就调出刚刚好车友想要的高度就直上，所以不用上上下下再做二次三次的调整。因为车友们真的很捧场啦，尤其是五代的话，好像我们卖到对，五代的话好像下个礼拜一还礼拜二也有车友要安装哈，那短暂啦，应该会缺货一个多礼拜左右哈。再次谢谢车友们那么的捧场，那车友们很多都有来试乘过了嘛哈，那试乘之后再做考虑就好了。那我们会来介绍原厂的避震器好了哈。它这个四代啊，它是走一个短行程的哈，所以如果是五代好 TNGA 的底盘的话，跟这个四代它的行程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哈，它的结构也不太一样。这个的避震器它是走一个由后往前的一个斜角度的一个设计哈，比较靠近支点。然后这个后方弹簧原厂的，这个都原厂的哈，但它原厂一般来说这样的悬吊几何设计，它的阻尼一般应该要做的比较重，但是也没有做的特别重，所以这一台车坐起来的感觉啊，就会觉得后方的乘客一定会比较容易晕车，因为它的坐的有点太过于舒适了一点点。如果一般我们找同级的哈，车格车的大小差不多一样级数的，譬如说宾士的 GLC 好了，或者是 BMW X3 哈，这些系列的话，它的一般的欧系车的阻尼啊，就会稍微做的比较硬朗一点点。那日系车的话，它都会做的比较舒适哈，所以这样的阻尼其实就是太过于舒适的一点点。那如果一样是车友的话，如果后方的乘客很容易会晕车的话，其实就可以考虑改装的避震器哈。那 KT 的系统哈，除了软硬哈，刚刚介绍的是软硬嘛哈，还有其实高低也能调整呐。像这个是后方的弹簧跟调整机构，这个的车高调整啊，是靠这个调整机构的调整长短来改变车高哈。如果我们把这个调整机构啊，这两个银色的机构往这边延伸的话，它的这个高度加上这个高度变长之后，它的车高就会变高。那相反的哈，我们如果把这个缩到最上方，这两个银色的缩到最上方哈，它的整体加总的长度变短，车高就会变低哈。所以这个是等于是靠这个调整机构来改变后方的车高。好，那后方的 KT 的筒身也能调长调短呢。这个是后方的筒身，它也能调长调短，但是后方的筒身它调长调短，并不会改变车高，因为跟前面的避震器的形式是不同的。所以后方为什么能调整长短，用意是在取决后方弹簧的预载值。那像这样的系统最主要的重点就是后方的弹簧啊，千万不能预压缩过多，也就是筒身千万不能缩得太短。所以这台车基本上技师会有安装上的失误是比较不太可能，因为我们把它的能够操作的过短哈，有做了一个基本的一个防呆，所以不太会预压缩过多。那如果是RAV4 的五代哈，哇，那个就有可能了哈。所以在车友
选择一些店家的时候，经理都会推荐我们一些比较具经验的经销商或者是店家来帮车友来做服务哈。像这个是后方 KD 的统称，那这个四代的一个避震器比较特别哈，它的避震器啊，因为上下的规格是一样的，所以这么装也可以，这样装也可以。那为什么要做倒装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避震器它的上面机构很偏向车体的内侧哈，如果车友们要调整软硬度的时候就不太方便，所以我们把正差做一个倒装，然后车友啊哈，如果要调整阻尼的时候，手啊哈绕到轮胎后面，好绕到轮胎后面就能调整到这个软硬的调整机构，好这个是软硬的调整机构后方的，所以就不需要再把车撑起来，因为如果在上面的话装这样子哈。要调整阻尼的时候就比较不方便一点，因为它藏在很内侧嘛，非得要车体撑起来才摸得到这个机构，所以我们会做正差，然后做倒装，调整机构就落在下方。好，那再来介绍的是后方为什么要改装仰角调整器，但今天没有小帮手，介绍起来有点辛苦，但是我来拿个轮胎好了。这个是后方哦，这样镜头拍不到。这个是后方的一个轮胎哈，我们一般来说啊，后方的轮胎 camber 的角度哈，一般来说啦，不可能是刚好是垂直是90度的。我摸一下镜头好了，因为地上有其他东西。好，来继续哈，来，一般来说哈，它的后方哈。定位的角度啊，后轮的角度不可能会是垂直的。一般来说了，后轮的话大概是负的，大概0.8到1度左右。但是它的后方啊，并不是脱衣臂系统，它有很多的连杆，有很多的几何三角。那这个三角几何在车高降低之后，它的轮胎角度，我做的比较夸张啊，不可能会那么斜，会变成这样 ，camber 会变比较趴。但这一台车啊，它能调整的偏心螺丝后轮哈。只能做这个角度的调整，这个是竖角 ，camber 的话，会在调整竖角的同时 ，camber 也会微幅的改变。但是，当车高有大幅降低之后，竖角的调整就对应不到这个应该要有的 camber 角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原厂的仰角是长怎么样哈。原厂的仰角是不能调整的，啊？弹簧啊，好，好，原厂的一个仰角哈是不能调整的。来，这是原厂的仰角。好，这个是原厂的仰角。原厂的仰角的话，它的这一边哈，这个四代的话就变成是鱼眼机构。啊，前一个四代如果没记错，三代哈就是橡皮的。来，这个是一个鱼眼机构哈，做的很不错，原厂的。可是原厂不能调整啊，所以它的后轮的这个倾斜的角度啊就没办法改变哈，没办法借由定位的时候做出不吃胎的角度哈，所以这个是后方的原厂的仰角。来，那我们来看一下可调式的哈，这是经理好朋友 Summit 龙影嘛哈的品牌。那这两个机构其实看起来就很容易了解到哈，这个橘色的它是能调长调短的，调整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如果把这个地方啊，把它调长，哦，它的 camber 就会变得比较正，所以可以从这个地方来做后轮 camber 的调整，那就是为什么要改装仰角调整器的由来。改装之后，这个本来原厂的这一边是做鱼眼机构，那改装成橡皮的，改装成铁套式的。跟我们避震器下方、上下方、后方了哈，上下方的结构很类似。这个是后方的哦，就要改仰角调整器哈。好，那换来介绍前面的安装了哈，但是今天没有小帮手，镜头在移动的时候会比较晃，请大家多多包涵一下，尽量不晃了了哈。前面的话右前已经装好了，
我们来介绍一下哈。哦，右前好了哈。右前的话，这个是避震器的上座。上座的话是在这个地方哈，在引擎室打开就能拆得到，所以这台车比酷咖简单多了。酷咖的话哈，哇，还要再拆一些上市盖会比较麻烦一点。对了，那如果讲到酷咖哈，经理自己觉得啦，酷咖的它的比较需要改装的地方反倒是刹车。哎，酷咖的刹车的话，我自己试开车友来安装的车子都觉得刹车不是很够力哈，不是很给力。好，那我们再回到 RAV4 好了哈，这一款车啊，它前面是一个麦花臣的悬吊系统，哇，这样镜头有一点远呢。好，这个是一个麦花臣的悬吊系统。那这些的话，有一些油管固定架啦、ABS 感应线啦，这些日本热销的车种哈，我们都是做一个专车专用的规格，包含五代也是一样哈，都是给这些车系有办法符合。台湾的话倒是没有相关的安全规定啦，所以一般的有的避震器改装的制造厂可能会用束线带束一束，或者是用通用的油管架哈，把它予以固定就好。但是 KT 的话，对这些小细节，因为我们大部分都做外销嘛，外销有时候国外的法规会比较严谨一点点哈，都有针对这些相关的一些安全配件啊，有做规范，所以这些固定做的话，就都跟原厂一样哈。今天没有小帮手，镜头有一点远。好啊，这边有一个离载串嘛，离载串的固定也是跟原厂一样，就不需要再换什么可调式的啦哈，或者是换强化的离载串，直接沿用原厂离载串就好了。那原厂离载串其实也是有寿命的嘛，万一日后大概开了10万哈，这个啊，投它的这个品质非常好，开个8万10万公里，如果啦前面的离载串损坏了，觉得原厂太贵，那买副厂的也是一大堆可以选择哈，所以沿用原厂离载串的规格，会比较便利于日后的维修。那这个就是，哎，这个弹簧看不到了哈，太上方。那这个筒身，就是靠这个地方哈来调整车高的。哎，那如果 RAV4 的车友有想要看哪一个地方的镜头的话，请不用客气哈，经理会把镜头移到大家想要看的地方。那我们把镜头转到前面好了，好不好？比较好介绍。喝个水一下。好，在用料的部分，我们现在介绍一下好了。用料的话，哈，KT 的用的阻尼哦，是从意大利啊进口 IP 的阻尼哦。那它并不是像我们在台湾，其实也有很多的油品分装是授权是合法的，不是仿冒的哈。是像是在新竹的湖口哦，湖口工业区里面也有几间嘛哈。然后在台中的梧栖哦，里面也有几间，都是很大型油商的。但这些油商它是授权国外的很大的油商品牌，授权来台湾分装，或者是授权由台湾自行制造混装的一个油品。但意大利 IP 的阻尼油 KT 所选用的意大利 IP， 它不是来台湾在做混装的油品，它是一整桶200公升从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油品，所以它的单价虽然比较高了，可是它的稳定度呢相当的不错。那像是 KT 油封哦，这一款车 RAV4 是日系车对吧？日系车的话，很多的车友首推的品牌都是推崇日本的 NOK 的品牌嘛？啊，不对，日本 TIN 啊，日本 TIN 的避震器哈。那日本 TIN 的话，它所使用的油封也是日本最大的 NOK 的这个厂牌。如果车友不是在业内的话，可以搜寻一下 NOK， 然后空白 Orange 哈，在 Google 里面搜寻，或者是 NOK Parking 也可以哈。它是日本最大的一个油封制造商，品质的话相当不错。在成本来说，并不是贵个两成三成，是贵个几倍啊。所以，即便贵个几倍，但产品质量 OK， 我们还是会选用哈。来，两金刊集，哎呦，两金刊集，你好，一组多少钱哦？像这个 KT 的道路版本啊，一组是26000啊，经济版的话是29000。嗯，很欢迎来大家来试乘呐、啊，像昨天我们安装的下午安装了两台车友也都是来之前来试乘之后就决定安装了哈，
所以如果车友们想要了解到避震器乘坐的感觉的话，会建议来 KT 试乘看看。那 KT 的工厂是在台中潭子，可是我们从基隆北区的话有经销商的话卖的数量比工厂多太多了，因为这边的形态是制造然后做外销，然后供货给我们北中南的经销商。这边的话地点场地很小啊，所以这里安装的数量其实不多。然后在高低软硬可调，对哦，这个都是高低软硬可以调整的哦。啊，还有车友接下来应该会问什么，会有没有保固哟，这个都是有保固的。而且 KT 本身就是一个制造的工厂，我们不是授权，不是请别人代工的，所以日后啦，即便刚刚经理介绍的用了 IP 的阻力油，用了日本最棒的 NOK 油封，但这些东西久了还是会坏掉啊，阻力油还是会裂化，油封还是会老化，还是有可能漏油啊，可能8万10万甚至是更多里程数之后，但是这些 KT 都有办法来做维修哈，包含一颗螺丝、一个螺帽、一个防尘套、一个满全部的零件呢，都是可以来做汰换的，好，都是可以汰换的哈。那我把镜头再转过来正面好了哈，我们来介绍一下前面好了。镜头要转到怎么转？靠右。好，来，这个是这样比较清楚哈，这样我比较好介绍。这个是前啊，这颗是2.0升的引擎，那这款车其实也有油电，也有四驱的，对不对？好，那避震器上面哈，在这里。Hello， 陈勋，谢谢了，谢谢。这个是前面的阻尼旋钮在这边哈，往顺时针的话，就变硬。往逆时针就变软哈，从这个地方来，它有一格一格掉掉掉的手感。啊，左边跟右边哈，左边跟右边一定要对称哈，段数一定要对称。那在调整阻尼之前，经理都会提醒大家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个步骤，我们先来确认一下胎压。胎压的话，一定要先达到正常值。第二个步骤才是调整阻尼哈。所以这些的顺序啊一定很重要。如果像是这个是原厂的避震器的话哈，即便啊胎压打得太高，像昨天的车子有打到39-40，原厂避震器的话、啊、都还可以。可是当改装避震器了之后，对胎压的要求啊就非常非常高哈。会建议啦，我们日系车在驾驶座门打开在这边。这个驾驶座门打开，在侧边的话，在 B 柱下方都会有一个原厂胎压的建议值。好，在这个地方，在六角锁这个地方，那像它原厂建议值就是冷胎压的时候32 psi 啊，但这个胎壁比较厚啦，所以达到33-34也都还可以。可是达到38-39，哇，那就不行了，那就太高了哈。好，这个是后面的悬吊，原厂的。好，这边还没拆装，这个是原厂的。它的避震器就是在这里哈，是斜的，好，是斜的，比较靠近内侧的支点。啊，弹簧的话就在这里。好，这边的话是在装后面的哦，仰角调整器哈，在做微调。那它后弹簧在这个地方。上部的话就是一个车高的调整机构，橘色的哈，橘色的是后方的仰角调整器。所以刚刚影片中哈一开始介绍到的啊，后方的阻尼调整就是靠这个筒身下方哈，从下方来做调整。前面好像装好了哈，前面都好了哈，好，这是前面的部分。那前面的话，来，这个就是。弹簧哈，大圈式的弹簧，这200长7公斤，这里会有一个印字的，200长7公斤哦，七公斤指的是我如果要压缩这个弹簧啊，压缩1mm需要7公斤的力道。好，这些有一些小细节，这些都是跟原厂位置一样的，能看得到吗？如果看到这个避震器的颜色哈，蒂芬尼蓝，这个就是 KT 的产品。
我们也有做刹车卡钳哦，我们也有一台试乘车有装刹车哈，可以来让车友们来体验看看。那一台车是 Camry 的六代，装19寸的，然后前面装大6380，后方是大43355。好了，介绍到差不多了，还有车友有疑问吗？这个是拆下来的，原厂前面避震器，后方弹簧，后方的筒身，这个是要改装的仰角调整器。好，那下个礼拜应该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礼拜一还是礼拜二吧，也会安装一台 RAV4 的五代，那到时候如果经理有空档的话，也会开直播跟车友们来做分享。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哈，谢谢大家，拜拜。